敬堂用，属于主的民族，你们要宣扬上主的荣耀。他由黑暗中召叫了你们，进入他奇妙的光荣。阿肋路亚。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主内的兄弟姐妹们，让我们把我们个人的意向以及朋友托付我们的祈祷意向呈奉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愿他俯听我们所做的祈祷。现在让我们大家一起认罪，好能虔诚地举行这台弥撒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姐妹承认我思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姐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们。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天主圣父，你的圣子升天时曾应许要派遣圣神给宗徒们，他们从他手中接受了无数的神恩义宠，因而了解天上的事理。求你现在赏赐我们同样丰富的圣神恩宠。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阿们。攻读《中途大事录》。保禄在安提约基亚住了一个时期，又出发一次经过加拉达地区和弗里基亚，兼顾众位门徒。有一个生在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名叫阿波罗，很有口才，精通圣经。他到了厄弗所，这人学过主的道理，讲论耶稣的事，心神火热，教训人也很傲实，却只知道弱汉的洗礼。这人在会堂里放胆讲论，普里斯拉和阿奎拉听了，就把他接来，给他更详细地讲解天主的道理。阿波罗有意往阿哈亚去，弟兄们都鼓励他，并且写信给门徒，请他们接待他。他到了那里，依赖恩宠，对信友们的帮助很多，因为他经常有力地当众驳倒犹太人，用圣经证明耶稣就是墨西亚。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天主是普世的君王。天主是普世的君王。万民，你们要鼓掌，以欢呼的歌声颂扬上主，因为上主至高至尊，可敬可畏，是统治大地的伟大君王。天主是普世的君王。因为天主是普世的君王，你们要讴歌赞颂。天主坐于神圣的宝座，天主为王，统治万邦。天主是普世的君王。万国的领袖集合起来，成为亚巴郎的天主子民，因为大地的权贵都属于天主，唯有天主至高至尊。天主是普世的君王。阿肋路亚，阿肋路亚。主说：“我出自父，来到了世界上，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阿肋路亚，阿肋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若望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必定赐给你们。直到现在，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求吧，必会得到，使你们的喜乐得以圆满。我用比喻对你们讲了这一切，但时候要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话了，而是要明白地告诉你们关于父的一切。到那一天，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不向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因为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爱了我，并且相信我是从天主来的。我出自父，来到了世界上，现在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主内的兄弟姐妹们，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稣很深情地鼓励门徒们，你们要因我的名祈求父。耶稣这是在亲自教授给我们祈祷的诀窍，他透露给我们天父自己喜爱我们，以此来鼓励我们要勇于向父祈求。同时，他又理解我们向天父祈祷的时心内的那种忐忑之情，于是授权我们提他的名，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名向父祈祷。试想，有耶稣做我们天人间的宗保，我们还会不敢向我们的父祈求吗？还有比耶稣更懂得我们、更爱我们吗？这么多年以来，我们教会谨记了耶稣的教导，无论是在弥撒圣祭中，还是在日常祈祷中，都以这祈祷文为结束。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耶稣之名，或者是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名，我们奉上这样的祈祷。是的，福音当中，耶稣教授门徒们用他的名向天父祈祷，实际也就是让我们通过他来做宗保，来为我们祈祷。我们遵从了他的名，也用了他的名，让他来成为我们跟父之间的一个联系。但是呢，耶稣也时刻提醒我们，父爱了我们，像耶稣一样爱着我们，所以我们应该敞开自己的心门，来让父进入我们的心内，使我们在祈祷的时候不要哆哆嗦嗦或者害怕，因为祈祷会让我们跟父、跟基督离得更近。就像耶稣说，正是因为父爱了这个世界，所以我来了，我来到了这个世界。然而我完成了我的使命，那么现在呢，我又要离开这个世界，回到我父那里去。但是我去呢，不仅仅是回去，我回去还要为你们预备地方，让你们以后也能够回到天父这个家里面。所以主内的兄弟姐妹们，当我们祈祷的时候，
特别在我们内心呼求父的时候，让我们时刻明白父是敞开胸怀的迎接我们的，因为他爱了我们。主内的兄弟姐妹们，基督时刻提醒着我们，我们无论向父求什么，父必定赐给我们，因为父爱着我们。所以主内的兄弟姐妹们，当我们祈祷呼求的时候，不要害怕，要把我们内心的所想的所祈求的呈现给天主。我们也许一段时间听不到父的回应，但是我们会发现因着祈祷，我们的生活进而做出来改变，因为这是父对我们的祝福。所以我们教会非常提倡我们要经常祈祷，祈祷会让我们获得内在的力量，祈祷会让我们跟父的关系越来越近。所以主内的兄弟姐妹们，今天的这篇福音是提倡我们，教导我们要如何向父、向耶稣呈现我们的祈祷。阿们。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呈现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愿天主永受赞美。上主，万有的主，你赐给我们饮料，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现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愿天主永受赞美。上主，怀着谦虚和痛悔的心情，今天在你面前举行祭祀，求你悦纳。各位兄弟姐妹，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仁慈的上主，我们虔诚地给您献上这些礼品，求你圣化和悦纳，并因此神圣的祭献，使我们自己也成为奉献与您的永恒礼物。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上主，我们时时处处歌颂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我们的逾越节羔羊基督已完成了牺牲，现在我们更当隆重地赞扬你。你借基督使我们复生，成为光明之子，分享永生，又为信众开启了天国之门。因为他的圣死免除了我们的死亡，他的复活使我们重获生命，因此普世万民洋溢着复活的喜乐，踊跃欢腾。同时天上的天使和所有圣人同声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圣圣圣，上主，万有的天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上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
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你们大家拿去喝，这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信德的奥迹。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圣神合而为一。上主，请你垂念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主教吴成才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请也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并请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享见你光辉的圣容。请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童贞荣福玛利亚、圣母的敬佩大圣若瑟、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写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和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世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请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便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互助平安。主神做平安，平安。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
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复生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我主耶稣，我真心全心你，在身体上是美，我爱你超过一切，我渴望领你到我心中，既然我现在不能适应你，请赏我生命身体的恩典，愿我完全与你结合，想你实在到我的心中一样，不让我与你分离。阿门。请大家祈祷。上主，我们领受了奇妙的至圣圣体，并奉你圣子的命令，为纪念他举行了祭献，谦恭地求你加强我们对你和对人群的爱心。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弥撒礼成，你们去传福音吧。感谢天主。